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报告院会，本案经协商结果无共识，现在要就所有提案依序处理，无异议及不需表决部分，均照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已有逾2000案提案，所以下午3时后不再受理提案。首先，我们处理通案部分，现在进行表决，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那个资料赶快发，资料有资料都印了啊。多电啊，多电。来，资料。资料都在桌上啊，桌上通案的部分，不，通案的部分在做，后面的还在整理。2000还。对，会，通案的都整理好了，在桌上。好。
好，请问各位委员，有谁没有拿到表决卡？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表决卡？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处理第一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只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请宣读。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针对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国营事业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编列1919亿9976万1000元，其中有1361亿4406万7000元预算超过七成均仰赖举债之应，据审计部查核103年度国营事业100项重大新建计划之效益达成情形，发现国营事业重大计划实质报酬率达原定目标之比率不及20%，其中未能达成预期目标者多达有83项计划，当中更有21项计划甚至已预计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凸显国营事业于办理重大计划投资前，鲜未审慎做好先期评估作业，有鉴于中央政府之国营事业共计15家，皆肩负为推动国家各项经济民生建设与振兴国家经济发展及人民生计息息相关，为国营事业之资本支出日益庞巨，在国家财政拮据之际，更攸关国家整体财政。然国营事业投资新建之多项重大计划效益不彰，不但未达预期目标报酬之比率甚高，更是屡遭监察院纠正，让国库蒙受巨额损失。因此，值此国家财政困难之际，为避免国营事业之各种投资计划腐烂编列，并未达节省国家公帑之效，原针对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国营事业有关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建议同删5%。接着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针对10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国营事业有关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建议同删5%一案，建请删除本项提案。宣读完毕。报员会，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表决。那在表决的方式，针对第一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我们来进行表决。那么本案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好，那么针对国民党党团提出的第一案点名表决，出席67人，赞成55人，反对7人，弃权5人，赞成者多数，
我们照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依本院议事规则第35条提案要求本案重复表决。那么我们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那么，针对点名表决、重复表决的结果，出席73人，赞成16人，反对56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一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院会，通案第一案，出席72人，赞成15人，反对5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有重复表决吧。现在有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本案重复表决。我们针对第一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通案第一案，从无表决，出席72人，赞成16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第二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附属单位预算之国营事业计有15家，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编列1919亿0976万1000元，自有资金追应557亿6569万4000元，其余1361亿4406万7000元则向外举债。然依审计部查核结果，国营事业投资新建之多项重大计划效益不彰，未达预期目标报酬之比率甚高，甚至已于回收年限或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原要求各国营事业之主管机关应严加督导改进审计部所指缺失，加强查核事业之重大投资案规划作业与执行情形，落实风险评估作业，并使国家有限资源妥善运用。宣读完毕。针对第二案，请问院会有异？有异。请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那么第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现在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采不记名吧。采记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70人，赞成15人，反对55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点名表决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二案点名表决重复表决案，出席71人，赞成15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二案，第二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二案，出席69人，赞成54人，反对9人，弃权6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议赞成者多数，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那么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重复表决，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院会，报告院会，现在针对第二案的国民党党团所提重复表决案，出席72人，赞成15人，反对6人，弃权51人。报告院会，本案表决结果可否两方均不过半数？依议事规则第36条第3项规定，应重新表决。重新表决时，以多数为可否。所以我们现在进行重新表决。针对第二案，赞成国民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徐委员致捷，钟委员恐遭，王委员定于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通案第二案，重新表决，出席73人，赞成17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三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国营事业每年度办理重大投资计划，屡高估效益，低估风险，造致部分投资案之实际报酬率与预期目标差距甚大，甚至无法收回投资成本。鉴于105年度国营事业仍编列近20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当中70%以上资金均需仰赖举债之应，要求各国营事业之主管机关应严加督导及改进以往缺失，落实风险评估作业，必使国家有限资源妥善运用。宣读完毕。针对第三案，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我们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中国国民党立院党团、民主进步党党团提议本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周委员春米、吴委员齐名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点名表决，出席73人，赞成17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重复表决，出席70人，赞成16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三案，针对第三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通案第三案，出席71人，赞成16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中国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通案第三案，重复表决。出席72人，赞成16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通案第四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只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请宣读。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国营事业超额盈余应于当年度并入决算调整结缴国库，然尚有部分国营事业将超额盈余保留至以后年度结库，充当以后年度结缴库裁员，需增总预算经常收入，与预算法及本院决议为何，亦需增中央政府总预算经常收入，并有留为经常支出使用之余，要求应自下年度起检讨改善。接着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国营事业超额盈余应于当年度并入决算调整结缴国库，然尚有部分国营事业将超额盈余保留至以后年度结库，要求应自下年度起检讨改善一案，建请删除本项提案。宣读完毕。好，那么我们就来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我们
中国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建议记名表决。现在我们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72人，赞成16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71人，赞成15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4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通案第四案，出席68人，赞成14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第5案。啊？没有，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第5案。国营事业待填补亏损剧增，亏损公司民营化仍债留政府。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计15个，其中亏损者由台湾电力公司、台湾自来水公司及台湾铁路管理局等3家，亏损总额536,697,300元，留待以后年度填补之待填补亏损，更高达3460,5670,800元，有拖垮政府财政之余，未必。避免增加国库负担，原要求前述国营事业之主管机关应提出有效改善经营绩效之检讨报告，送交立法院审议，以利监督改善成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国民党党团提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采用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以及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提案本案记名表决，所以我们现在就记名表决，针对国民党提议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8人，赞成13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在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赞成者出席69人，赞成者13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5案的表决，
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通案第五案，国民党提案出席64人，赞成11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本案重务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务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具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五案重务表决结果，出席66人，赞成12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六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政府为达国营事业民营化目的，将其庞大债务切割转由政府预算之应，未能符合民营化之基本精神，而部分国营事业代填补亏损日益严重，原因要求主管机关应促其提出有效改善经营绩效之对策，并健全公司财务结构，以避免增加国库负担。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针对第二案有异？好，委员们进行表决。那么，针对第六案，国民党党团建议采用点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中国国民党党团、民主进步党党团建议记名表决。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4人，赞成11人，反对53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65人，赞成12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6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通案第6案，出席67人，赞成12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通案第6案重复表决，出席66人，
赞成11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第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我国即将于107年迈入高龄社会，作为老年经济安全后盾之劳保基金、退抚基金及国保基金责任准备体列不足，财务缺口合计已逾11兆元，要求应技术研谋对策，由制度面根本解决并提升经营绩效，以避免造成政府未来巨额财政负担，并保障国民老年经济安全。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好，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那么，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采用点名表决，我们在现在来处理是否采用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中国国民党党团建议记名表决。那么，我们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1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段委员、宜康、苏委员、巧慧、林委员代发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好，请各位委员不要带案啊、哦，不要带案。针对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3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针对第7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同案第七案，出席63人，赞成12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七案，重复表决，出席64人，赞成12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八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只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面对希腊债务危机及退休金成为希腊沉重负担问题，台湾实应引以为戒，因此鉴于我国劳保基金、退抚基金及国保基金责任准备体列不足，财务缺口日益庞大，据本月预算中心整理出估，至104年6月底，退休保险基金财务之财务缺口已于11兆元附表一，甚至连主计总数都趋乎于17.8兆，且应该三大退休保险基金精算最适费率与收取费率差距甚大，国内退休基金现行费率远低于长期收支平衡最适费率，导致基金收支失衡，入不敷出。附据估算结果附表二，各退休保险基金恐于未来几年将陆续出现累积亏损，基金余额不但将不足以支付当年度给付，且情况在人口老化及少子化后，财务压力会更加沉重，更将造成政府未来巨额财政负担，影响国家财政甚巨，不得不慎直视之故。为改善并健全国家财政，让退休基金永续经营，原要求行政院于3个月内，除基金积极推动各项年金改革，解决及提升基金绩效，并积极推动组织改造、精简人事与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改善外，并提出具体之财政开源节流方案，且将书面报告送至立法院。接着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求行政院于3个月内，除积极推动各项年金改革，解决及提升基金绩效，并积极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改善外，提出具体之财政开源节流方案，且将书面报告送至立法院议案，建请删除本项提案。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处理。那么，针对本案，中国国民党建议采用点名表决，我们现在就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重复表决来的。记得呢，得明表决，重复表决。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4人，赞成11人，反对52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62人，赞成11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针对第8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张委员宏陆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第8案，出席65人，赞成11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八案重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1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9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只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请宣读。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有鉴于近年来我国中央社会福利预算支出持续攀升，唯公务预算却经常编列不足，其资金缺口乃由特种基金垫付，以调借贷款或承受等方式弥平。经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初编列1兆9982亿元，其中社会福利支出共计编列4671亿元，占岁初正式别预算支出之首，占岁初规模23.4%。复查中央政府对健保基金及国保基金于近年皆有巨额短拨数，预估105年度止，中央政府对应负担健保总经费法定下限36%之差额拨付不足数，预估470亿元。还有退辅会卫生福利部及其所属疾病管制署、国民健康署、家庭及社会及家庭署等5机关，长期积欠健保基金办理艾滋结核病预防保健费及医疗补助余额等等医疗费用，预估105年度止，健保基金垫付逾150亿元。另有关国民年金自1997年开办至今，因财务持续恶化，中央政府编不出预算缴保费，只好向国保基金借款周转国保保费。预估105年度止，因负担国保年金之短拨数高达381亿元。此外，农民健康保险因应历年来持续亏损，以财务周转方式向劳保基金借款，预估至105年度止，向劳保基金借款余额为26亿余元。综上，鉴于中央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因公务预算常编列不足，导致其资金缺口因此多有特种基金垫付或短拨情形，预计至105年度止，金额累计于高达1027亿元，包括短付健保基金470亿元，积欠健保基金逾150亿元，短拨国保基金381亿元及劳保基金26亿余元，恐影响往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及财政负担，更影响相关特种基金之资金调度与财务健全。原此，特要求行政院应于3个月内研谋有效改善对策，并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以为相关特种基金之财政健全。接着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鉴于中央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因公务预算编列不足，致资金缺口多由特种基金垫付或短拨，特要求行政院应于3个月内研谋有效对策，并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以为相关特种基金之财政健全一案，建请先删除本项提案。宣读完毕。好，那么我们针对第9案来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4人，赞成11人，反对52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中国国民党
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邱委员致委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0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9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通案第9案，出席者64人，赞成11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9案表决结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4人，赞成11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有蔡委员异议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我们现在来处理第10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
我国政府退休及保险基金规模及委外比重逐年上升，预计2005年度整体基金委外及自营部位将各占一半。唯由各基金往年委外投资绩效已观，其短期绩效波动性高，而中长期绩效偏弱。同时，在国内权益证券投资方面，多数较台股大盘指数报酬微弱，且低于自营部位，不利政府退休及保险基金永续经营。要求各基金主管机关应秉持退休及保险基金长期稳健经营之需求，全面检讨受托机构投资策略及整体资产配置效率，并提升基金运用绩效，确保基金永续经营。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意，好，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民主进步党及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采用记名表决。现在，中国国民党建议采用点名表决。我们现在先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是否点名表决，出席65人，赞成11人，反对53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由中国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那么，我们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有的就先发。针对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65人，赞成11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10案之表决。那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十案，出席65人，赞成11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由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重务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务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务表决，出席66人，赞成11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11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军公教人员退休体制不同，却以相同提拨费率闲置，尤其军教人员之法定提拨费率上限仍维持12%，显未依个别财务状况调整，不符基金自给自足原则，要求各类人员主管机关应配合改革现行退休制度，并应考量各类人员退抚基金财务状况，订定合理提拨费率，以为世代间军公教人员缴交退抚基金之公平性，并避免造成政府沉重之财政负担。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好，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有民主进步党、中国国民党建议记名表决。那么现在有中国国民党提案本案点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0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中国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务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务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5人，赞成10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11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11案表决结果，出席66人，赞成10人，反对55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有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11案重复表决，出席66人，赞成11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12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民营化基金多年来以短支长举借债务弥补资金缺口。近10余年来，由于民营化事故进度停滞，该基金不敷之意，相关民营化之余等支出至连年发生短处，截至103年底，债务余额已攀升至611.9亿元，累计短处达615.32亿元，利息负担相当沉重。原因要求行政院推动民营化及事故时，应依预算法规定，秉持财务管理精神，并同时需整体考量民营化所需支出后，使得执行民营化程序及公股部分转让，以落实提升经营效率及市场竞争力等民营化目的，维护国库权益。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中国国民党建议本案采用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与中国国民党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罗委员明才声明，对今天所有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吴委员秉睿声明，对今天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8人，赞成11人，反对5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重复表决，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李委员四方声明，对今天下午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6人，赞成11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12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顾委员立雄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第12案，出席66人，赞成11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蔡委员陪会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针对第十二案重复表决，出席68人，赞成11人，反对5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13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只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请宣读。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依公营事业移转民营条例之规范，政府将股权释出低于50%以下以及达成民营化，由于不再受制于预算法、审计法、决算法、政府采购法、国营事业管理法及人事任用等相关法令之规范，且不需受民意机关之监督，民营化前后之监督及管理机制差异颇大。然部分国营事业民营化后，实际仍由政府主导公司经营，且大部分公股代表由政府机关限制或退休五职含民意代表人员派任，部分派任人员享优渥待遇，恐难脱国营事业筹佣或利用职权之子意，要求公股代表应由专业机理人担任，行政院不应再派任政治或政党人士。接着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求公股代表应由专业经理人担任，行政院不应再派任政治或政党人士一案，建请删除本项提案。宣读完毕。好，针对本案，我们进行处理。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及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6人，赞成10人，反对55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管委员毕林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65人，赞成10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
我们针对第13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3案之表决，出席63人，赞成10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中国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黄委员、国书、李委员、立芬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13案重复表决，出席65人，赞成10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14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只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请宣读。中国国民党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近年来新兴政务纷纷设置非营业基金专责处理，并将所有单位预算特种基金改以附属单位预算形态编列，或原有普通基金编列之税出，已由非营业基金编列，除缺乏预算编列之一致性外，并意图减缓总预算成长速度，致我国中央政府总预算已无法显现预算收支全貌，有欠妥当，建议修法将上述不符预算整体性之特种基金废除，以回归正常体制。接着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近年来新兴政务纷纷设置非营业基金专责处理，并将所有单位预算特种基金改以附属单位预算形态编列，或原有普通基金编列之税出，已由非营业基金编列，建议修法将上述不符预算整体性之特种基金废除，以回归正常体制一案，建议请删除本项提案，宣读完毕。我们现在进行处理。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那么，中国国民党及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4人，赞成10人，反对53人，去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就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去权者请按去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65人，赞成10人，反对55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14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去权者请按去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4案，出席66人，赞成10人，反对56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第14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去权者请按去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4案之重复表决，出席66人，赞成10人，反对56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报告院会休息10分钟，现在休息。